快哥姐妹啊，就咱家的款八大木瓜子仁啊，可来大好事了。之前呢 ,9.9 拍30包的哥几家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啊。现在呢厂家自己卷自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 8.8 啊，并且呢不是20包，不是30包啊，是整整给咱们50包的。看一下这个小包装啊，都是特别精致的，每个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啊。中间呢是一整颗巴旦木啊，周围全是这样的瓜子仁，而且呢它这个表面啊不会说多余的糖分，咱吃起来不会粘牙。嗯。特别的清香酥脆啊，巴旦木的香味混合着这个瓜子的清香啊，特别好吃。嗯，越嚼越香，嘎吱嘎吱的啊，特别脆。关键呢这个配料表啊也很干净，只有巴旦木还有瓜子仁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嗯，特别脆，特别香。并且呢今天这个价格啊也太合适了，9.9 不要啊， 8.8 不花，直接给咱卷到了 5.9 倒数30包， 8.8 呢直接给咱了50包啊，越拍多了越划算。嗯，中间啊也都实心了，这感觉啊就像咱小时候一把瓜子放嘴里啊，特别过瘾。关键呢现在也不用扒了啊，嗯，特别好吃。